刚刚一开台，我就开方块，如果丢一只，我的方块变成每日签到差不多啊！不要这样，你们魔法小卡拿起来，每天要买，听我的，马上买一张种植蛙了哈！真的假的？恭喜恭喜！我跟你讲，你们看台会有好运的。哦，中娃娃，哈哈哈哈，哦，我一开播就中娃娃啦，一开播就只挖一张啊，我要给想想看，这个每次都这样，我前天又不小心屠龙者一张两张，哦，前天又两开方块有两张屠龙者啊，哦，刚刚开台又一张啊，你看，哦，死亡骑士魔法娃娃卡片，不要这么说，我到现在还是非常感谢 NCSoft 的照顾。两年前那个时候疫情很严重，我们都没有地方可以唱歌，没有工作。我非常感谢 NC 给我机会啊、哦，所以第一季大使我就是义不容辞就报名了。我会报名到底啊，反正基本上这个不管几季我都会报名到底，除非他们不要我啦，要不然我会报名到底的啦，看他几季我就报名几季啦。你白改拼，这也是我的一种感谢方式。想想来了，想想来了，想想我跟你讲，我刚刚一开台我就开方块，如果丢一只，我的方块变成每日签到差不多啊。不要这样，你们魔法小卡拿起来，每天要买，听我的，马上买一张种植蛙了哈！真的假的？恭喜恭喜！我跟你讲，你们看台会有好运的，不管你是 NC 还是 WC， 你只要看老师台，好运多10%。小宝恭喜，看老师台 TJ 值5上加9啊！聊天室一波7啊！祝福小宝啊！看老师台 TJ 值5上加9啊！太强了，祖师爷给你波比。达成粉蛙粉变接下来的目标啊，我希望在这一季大使结束之前，我可以收齐所有的粉变跟粉蛙，然后如果有多余的钻石的话，我就会开始拼第一把金武。好，那就开始咯。睡有红60分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啊，外观出红的几率很高。聊天室一波七上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中。上个礼拜我们中了粉变了，所以目前来讲的话，今天应该没有机会和粉变或粉蛙，但是今天应该都有机会和金蛙跟金变啊，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再弄半张这个粉蛙或者是粉变的门票，哦，因为今天做出来的蓝色变身全部都要喂给法力昂，全部都要喂给法力昂，因为法力昂要先给他拼到20级。聊天师一波七收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哦，一张了。不容易啊！聊天师一波七出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哎呦，这张是啥？有一张红的呢，亏！我吓我一跳，为什么要分开？哦，一个是闪卡。今天这个全部都是我们法力昂的材料，全部都是材料。出红的以上，蓝的和红的我都不会合，我会吃掉。今天的目标和金变跟金娃，但是蓝变全部都要给法力昂吃掉。沙盖，想想我们今天这个加倍几率的有需要用吗？我们还是放在变身好，会比较好一点。OK。希望看看有没有上头包。聊天室一波七说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中。通通都没有。聊天室一波七说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中。哦，膝盖拢无。
我们今天有一次合金的机会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先直接合金。看到没有？要捧场一下，捧场一下啊！斯利安魔法娃娃上头香，捧场一下。聊天室一波七说不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哎呦，我来不过丢这，我只丢呢。好玩，好玩，好玩呢。好，三张弄不起来了，现在有三张娃娃。好，我们先回去弄变身，对不对？好。蓝的多一点哦，蓝的多一点，蓝的多一点，我只要蓝的，蓝的我上面我就会合红，我不会合蓝，蓝的就好，蓝的我要来喂瓦法利亚，蓝的多一点，一、二、三，开，十五张碎啦，来拼上头包，蓝的不动哈、啊，等一下来去喂法利亚。红的我要加成功几率，对不对？对。聊天室一波七说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砍他！反杀！反杀！反杀！没有。再接再厉，后想想现在怎么办？接喂法利昂吃东西。好，接下来各位观众，法利昂喂食秀开始，吃到十，对不对？对，吃到十。OK， 聊天师一波七说不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等级突破，聊天师一波七说不去，成功几率50%，有还是没有？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Yes， 下一集，下一集，最20集，完全，哎呦，不行哦，吃到值的，不行，先退回来，对吧？吃到这边了，吃到17之后继续努力，17集了哈，到17集，法利昂小朋友17集，好，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，金娃还是金变？目前为止变身还没有上头包哦，那就金变，金变，来。我们可以洗出来了哈，我们还有点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还有点数哈，不用担心。聊天室一波七说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看他，有没有失败的音效？还是有过？失败。有没有音效？没有，没有啊！你娃娃刚刚是盒子有的吧？抱娃娃试试看，有没有金的上头包？好，聊天室一波七十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没有。没有上头包，金娃是不是还可以再一次？金娃好像可能要用点数，可以。聊天室一波七说过去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没有。娃娃的那个纸包币现在几点了？娃娃的差9点。有啊，变身呢？变身的差12。那要不要今天再合一次娃娃？再没有算。你不合变身哦？娃娃也只差9点啊，所以如果今天再没中就算了。哦，好。失败次数目前来到了13次、14次，金娃有还是没有？聊天室一波七收军，心不慌，手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啊，今天无，
哪里不 ？Today is not my day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喜欢我的频道，喜欢我的直播，麻烦请你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加入会员、开启小铃铛。老师，感谢你的支持。